来啊，再戳我一次啊，再戳我一次试试看啊。啊，我要玩路线啊，小朋友都会玩，整把都一直推就好了、啊，反正也没大人，对不对？推完第一波开始控线啊，我也会玩啊，我也来玩、啊，我来玩看会不会赢啊。黑人被猪就飞，然后对面就不会被猪啊。我每一把都是没大人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所以我要试试看、啊。提摩开戳，无情九头狼，没差，我不会跳。想要我跳就是太天真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跳的。我双手从现在开始放开，开始做伸展运动。我双手都在荧幕画面，保证我的清白。你们就不要跳，荧幕导演也不要跳啊！不要跳，都不要跳。这个蛮难的吧？无情上分，订阅三个月花。石头人送头，提摩打野先持得点，我们捡三只兵。小朋友都会玩的路线，直接爆射，免费领取超人饼，超人饼不用钱，不用钱的。熊女下路，提摩打野，这把胜率几趴？你们能算一下吗？我虽然是数学系的，很会计算胜率，但这把我算不太出来。你别闹了，提摩，你整 gank 他、啊，你咋 gank 他呀？你三等他妈，你的什么 buff 都没有？你要我控制，你要 gank 他是不是？你这 gank 有屁用啊？还是他是假借 gank 名义吸我金？其实石头人已经要打我们了，他还是出这么多刀，路仙前面就这么暴力，即使打个石头人呢，也可以让他出这么多刀。不懂 ，biu biu biu biu， 难不成这是我唯一看起来比较有机会赢的局吗？提摩打野。没有，队友一样，无情送头，队友还是如此的无情，队友依然如此的无情。我前一场遇到路仙呢，他的队友都会，他把他压塔下，他队友就超强，一直赢。当然我玩路仙跟他做一样的事情，但是我的队友一样爆炸。提摩打野加李信打野，棒棒。石头人不知道去哪。谢谢你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人打来我的兵就爆表了？我就爆兵了。还有大，还有大，惨遭无情欺难。提摩在我旁边不知道干嘛。Hello。无情喷射，出了一堆物防，还是被我暴射一顿。无情被他，虽然提莫打野，直接开通上单，用我们的下路来换，来到了最有希望赢的一把了。经历了这么多场。我们的提摩打野带我们到了最有希望赢的一把，对哦，达瑞文行不行啊？好烂呐，达瑞文十五次了，十宝没。哎，路线出什么鞋子啊？出攻速鞋吗？还是什么鞋子？有人知道吗？有没有人熟悉路线的？700拽李信，我自己杀他了，你别送啊李信。出啥水星啊？真的假的、啊、出啥水星？好，我出水星。一秒就妥协，不管了，我不演了，这把我智慧末日了，真的不演了。
直接喷死他们这些 B， 这些宇宙加智慧默认，因为他们上周也都是 AB， 我水星加智慧默认直接喷死他们。我感觉我们的提摩好像比李星强一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希望是错觉。我感觉我们的提摩好像比李星强。打三小了，李星，你内奸是吧？你干嘛要把他打掉啊？我去你的李星！试试看啊。阿卡莉，该不会以为你打得赢我吧？输输看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射你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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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100魔防不够是不是啊？那你有看过200魔防吗？阿卡莉，直接逼斩，我们要三龙了。啊，我们三龙了，提摩打野好强哦！直接提摩打野，我们要赢了。我没有想到这是我今天晚上后半段看起来最有机会赢的一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提摩没来出来，他很认真，他超级认真的。做提摩不简单，他把这边野区反光了，真的、啊。他占，他用这堆蘑菇，他一直反野，一直占领对面的野区。这个赛勒兽已经不知道该去哪里了，他很久没有在吃边了。哎！好妖。我这把为了要砍住阿卡莉，我要直接出15，看起来很废的装备，但是对面都是秒杀的，我只要一套别倒，我只要一套别倒，一定可以无情开射，无情 TP 蘑菇，无情空大，逼退了，很赚，四龙到手。如果这把赢了，我想我有个建议，下次跟特哥双排，跟他要不要双打野，我玩提摩，如何？我练一下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很有想法。如果这把赢了，我想我有个建议，下次跟特哥双排，跟他要不要双打野。被撞歪了，阿卡莉。吸不回来，真的吸不回来。我已经在里面无情喷死阿卡莉了，差点就把他喷死了。好，又送了。好。哇，没射死他！快一点！喂！吃吗？吃吗？吃吃吃！我们双打野，双打野，吃吃吃，很快，很快！我坦，我坦，反正我半血会吸，我半血会吸，我坦，我坦，我坦。小丑被提摩炸死了！要赢了吗？要赢了吗？我希望这不是昙花一现。鬼子提摩打野，好强哦！这个必须跟特哥再讲一下，这个该练一下了。一个人排下路，一个人排打野，韩仔保证80%错误。鬼子李信。走吧，石头人走吧。鬼子坦克啊，还想上我？我的硬度，我这个坦路西恩还敢上我？我就直接半血在你石头人跟塞勒兽面前滑啊！你奈我何？我求你救我！我就是因为很肉，所以我才上去骗他。阿卡莉来啊！没有想到
等等等。哦，这里心强多了，就是因为很肉，所以我才上去骗他。我要给提摩赞还是李欣赞？李欣打加一，提摩打加二吧，是谁比较值得赞？看起来提摩大胜。看一下伤害，我们伤害还是挺高的，球女玩的意外的好，看起来不是玩提摩的，看起来是搓一搓发现对面是废物，那就干脆认真玩好了。哎、欸，抓到了，我们的球女是刚刚的废物打野。哎、欸。我不同人，不同人啊、哦！我今天被戳太多把了，我今天被戳太多把了，戳到我都不知道我在玩暗小了。哎，不打了啦，那不来打暗小了。好不容易遇到一场赢的，然后结果是提摩打野赢的。啊，反正这把也很有收获，得知一个事情，就是路西恩上路他妈就是无脑脚啊，连个石头人都可以被打成二九八啊！我们这把很有收获，玩路西恩就对了，以后我首选就选路西恩。各位礼拜五晚上见，拜拜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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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